十大狗狗颜值排名，颜值当道的社会，不仅颜值高的人大家会多看几眼，就连颜值高的狗，主人都会多赏几块小肉干吃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狗圈中的颜值担当。一、阿富汗猎犬，纤长的四肢加上一身飘逸的长毛，凸显它们高贵的气质，使它们成为时尚界的宠儿。在国外，阿富汗猎犬是唯一一种可以进入五星级酒店的犬种。二、博美，博美犬小巧可爱，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玩具犬。它们用一双无辜的大眼睛盯着你的时候，有什么错是不能原谅的呢？三、金毛，金毛一身柔顺金色的毛发特别吸引人，再加上金毛温顺热情的性格，为它们加了不少分。四、西施犬，西施犬体型娇小，给人一种柔弱需要被照顾的感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西施犬一身漂亮的毛发为防打结，需要经常梳理。五、贵宾犬，贵宾犬气质高贵，造型多变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由于体型小，四肢较细的关系，贵宾的关节很脆弱，不要让它们经常两只脚站立。六、喜乐蒂牧羊犬，喜乐蒂牧羊犬曾被广泛运用于驱赶羊群和守卫工作，耐力体力都绝佳，干净的毛发和结实的身形都让牧羊犬收获了不少粉丝。七、蝴蝶犬，因耳朵上的长毛直立装饰，犹如翩翩起舞的蝴蝶而得名，被列为世界上最美的狗之一，曾广泛受欧洲贵族喜爱，其活泼热情的性格与现代社会也融合得十分融洽。八、萨摩耶，凭借憨厚可爱的外表和吐舌就像在微笑的表情，被人们赋予了微笑天使的称号。尤其是小时候的萨摩耶，身体肉嘟嘟的，让人忍不住有想去捏一把的冲动。九、西伯利亚雪橇犬，西伯利亚雪橇犬又称哈士奇，虽然它有许多搞怪的表情包，但认真起来的哈士奇是非常帅气的，尤其是一双蓝色的眼睛，极具威慑力。十、拉布拉多，拉布拉多身形匀称，结实有力，再加上性格开朗活泼，给人一种温暖可靠的感觉。另外，它们对小孩子也十分友好，特别适合家养。